99的小哥，去年有人拍过啊。美女六块钱的肉片拿走。怎么卖的呀？五块钱一个。还是五块？对。然后素的还是四块。啊，真的挺大的，感觉比去年我拍的时候还大。小哥的品牌叫九秀啊，去年拍的时候跟我说过啊，想把这个牌子做成山西连锁品牌，锅盔连锁品牌，是不是这个梦想？对。哎，小赵，你哪里人啊？山西。我吕梁新县。哦，吕梁新县。对。哦，新县的有个羊杂特别有名。对啊。我之前还拍过。我们那里羊杂特别有名。特别有名。在那个小寨那边拍的。这是什么饼？什么面？死面？不是，这个是拿那个新面跟老面，然后醒。去年一年生意怎么样？还好吧，去年疫情有点影响。有点影响。4个月了，休息了四个月，但总的来说还是赚的，是吧？这些东西赔不了的，这些东西赔不了，大不了少赚一点嘛。对对对。你这个饼是不是倒的油太多了？没有，它就是拿油煎出来的。拿油煎出来的。对，不然它熟不了，里边是肉，是生肉。对对对，这什么油呢？菜籽油，这个油，对，就菜籽油。要几个？三个。这个里面是什么？是炭火吗？不是，是液化气，里边使的红外线火。我看看，啊，是这个火哈，哎，这么多。这个是。这么多都提前弄好了哈。对。每天面能卖多少斤？卖一袋面吧，一天就是。一袋面。对。一袋面能做多少个饼子？200多个。200多个。嗯，这样一下，有熟了，多拿了一个。好。哇，大家看这饼子，哎呀，真是大呀！嗯，好，慢走。呀，都是很多年轻人过来吃啊。多拿一个。多少钱？5块钱。Hello， 小哥，你们是附近的学生吗？对的。美女是哪里的学生？他们是个艺术学校。 艺术学校这附近有个。好的好的。哦，这附近有很多大学哈。山大、财大，还有跟他们说的一个艺校。对，艺术机构。他们是艺术机构，之前咱们也说过是吧，如果我这边有经济条件不太好的想找你来学的，可以优惠吧？可以可以哈。你像那个上次你发的那个视频，就感触特别深。感触特别深，确实现在有很多经济条件很差的嘛，是吧？尤其去年又赶上疫情，这几年特别很多人特别难，对，也想做些小吃来改善生活。那我这里就脱离一个点啊，如果有人他想学是吧，如果经济条件不太好就找你啊，他如果愿意学的话就找你，你给优惠点哈。好。大多数都是年轻人过来吃啊，生意是真好。刚出锅就卖光，那你现在是一个人在这边租房住吧？对，是的。就在这个徐川。对。啊，还可以这样吃哦，把肉里面加上，这是什么？海带丝。海带丝，对。那几个？好。这样的话是多少钱？这个海带丝是一块。一块两袋。对，是的。哇，这生意真是太好了。一下又围满了，啊，这里面还可以加个火腿，还可以加辣条，这个是，这是辣条，是的，加火腿加辣条，那这一个的话至少7块了，对，正好7块，加这些所有的加上最贵能多少卖一个饼？9块钱，对，我就蹲在它那个角落里啊，赶紧趁热吃，看看这个饼真的很大，我给大家比一下，你看，比我手掌还大，赶紧拿起来啊。尝一尝，刚做出来的，非常不错。小赵，这么一个店，一个月多少？小赵，一个月1000多，加什么？这么一个小店，一个月1000多，又是一堆美女围着啊。